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城巴尔虎旗的米林。我是第一次来到蒙古国的夏令营，觉得非常好，老师的态度特别好，玩的东西也特别多，我觉得这块儿特别好，所以最后我祝大家天天快乐，玩得很开心，谢谢。